我姓石，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值。我姓石，执笔写词犹如骏马在奔驰。嘿，我这个小舞蹈值不值得你们一个赞？这个赛季也结束了，你们也开学了，视频播放量也严重下滑了，我也该做个赛季总结了。来看看我这一个赛季一共赚了多少钱，顺便用这些钱开几个箱子。从第一天玩这个游戏，陆陆续续差不多有一个月了，实际上也没玩几把，存款不多，一共也就2000多万，仓库就这些装备。咱们现在把这些金条、金砖、装备啥的都卖了，看看一共有多少钱。OK， 卖完装备一共3500多万，距离咱们10亿的小目标啊，还是有点距离。最后咱们把这点钱呢开开箱子，试试手气。来，先来10个防具箱。哎呦我去，就一个金甲，咱们剩下的钱再买9个武器箱。别问我为啥不买10个，问就是钱不够了。哎呦我去，全都是用不到的武器。有粉丝跟我说，最后剩那点钱呢可以升级仓库容量。我这人听人劝，说干咱就干。就是我想问问你，为啥不早点跟我说，我都把钱开箱的霍霍完了。我哎呀，好了，这个赛季就这样了。最后感谢各位主播和粉丝们的支持与帮助，名单我就打在屏幕上了，排名不分先后啊。希望各位老 BB 们呢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也算是替我感谢他们以及你们了。下个赛季我会继续努力更新视频，拜拜。